从贵州出来的第三天，昨晚露营在茂县的一个停车场里，收拾好被子，从额头床上下来，打开遮光帘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今天再开295公里，就能看到若尔盖大草原了。煎两个鸡蛋，一个手抓饼，一杯牛奶，元气满满的早餐就解决了。昨天这里还停有其他几辆房车，虽然停一天15块，但安全，用水也方便。临行前把水加满，随身带着钳子加满水，把水管卸下来，在路上用可伸缩水管很方便，加水时水管会自动膨胀延长。把运动相机固定在挡风玻璃前，就能一边走一边记录路上的美景。出发，这时突然想起来忘了检查了，准备走了，想起来没有检查一圈，这个车房车走这个时间必须要检查一圈，确定该关的都关了，然后出发。现在295公里对我来说已经很轻松，你愿意和我一起欣赏接下来的草原风光吗？